面对着年底这海藻渣的这公投，这经济部已经来提出三接外设的方案，下步要伫环保署进行勘查的审查。今日这经济部就先开记者会，强调讲根据科学证据来显示，超过水深18米的所在已经是无打礁，也影响范围只有2%的这海层面积，佮一概强调讲对着这海藻渣生态影响更加上低。下昼开宽边会，经济部下昼开记者会，就是要提出科学证据，甲民众讲，三接外设的方案已经对海草搭的生态影响降到非常低。经济部委托调查，搭礁上侪点分布伫水深18公尺的所在，这代表离花上远点有1.7公里，并不是宽团所讲的5公里。外设1.2公里的三接，对水下搭礁影响轻微。把它通过的面积，我们测算了一下。实际上不会超过2%，已经大幅大幅的缩减对这一边的影响。经济部强调，外设方案和供应天然气延到2025年，但比贵的将来好上济。嘛，相信为着要达成总统选择2050净零排放的目标，化石燃料天然气依然是能源转型上好的桥接选项。我们没有办法，明天开始。就不用天然气发电，但我们可以用排碳量比较少，只有一半的燃料来发电。顶岸海草搭公投推动小组是发声明，批评经济部讲因的公投主文的讲法有错误，这是真正的错误。强调海草搭的生态系不是单独的存在，更加认为生态无法度切割。经济部这个做法嘛，让环保署变成是放水署，这则环评史上的最后一天。记者林丹碧如台北报道。